放心，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孩子们，我会等着你回来的。说什么？这间庙有很多人来拜拜，我看你一个人都没有。人多不多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够诚心，神明一定会保佑师父的。 还是小芳有机会跟姨妈来看师傅，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帮忙。不过我们就有更多的心，希望神明能够明白，能够帮助王先生消灾解难。哎呀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赶快出去拜吧。是啊，快进去吧。哎，一块进来啊！一块，你干什么拿玩具来？ 师父求一只好签。快走，你在做什么？叫拜拜了。玉皇大帝，准普渡众生，慈悲为怀，求你保佑师父被判无罪，赶快把他放出来。顶多我以后不吃迪亚鞭，不玩千霸王，我把我所有的零用钱全部存起来给你买一只大烧猪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从今天开始不玩用钱买的玩具。玉皇大帝，我以后也只好再给你吃，替你做漂亮衣服，你要保佑师父哦。 发什么呆啊！不要管他了，他不爱师傅了，他最无情无义了。你不要这样说，你快快才不是这样。如果不是，怎么师傅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他连理都不理呢？整天只会说要跟师傅在一块，我看他简直是忘恩负义。 第三十八签，十二金牌照岳飞。哇，十二金牌这么多啊！师傅一定很富贵，我们说话急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先听居士怎么说了。岳飞乃一名忠义烈士，当年大败金兵，功绩彪炳，可惜遭逢奸人秦桧所害，假借十二道金牌照岳飞收兵回朝。不回去怎么办呢？一回去就性命不保，宋国也就是灭亡。 此签乃下下之签，求自身，我看艰难险阻，难有生机啊！一定是我们干的不够诚意。小芳，我们再去拜拜，求另外一支签，快点。 来，站好，给我看看。很久不见你们了，啊，小芳，你俩才长大了嘛，有没有听姨妈的话？我不止努力读书，还帮姨妈打扫旅馆。这都全靠你替我叫了这么好。五百，你最多鬼主意，也没有给肥嫂添麻烦呢。没有啊，我很帮忙的，我还帮肥嫂拍店，还有施主念呢。师傅，等你出来以后，我就把命给你吃。 哎，师傅，你不用怕，你会没事的。我们啊，去庙里替你求了一支签，叫做十二金牌招岳飞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岳飞他打仗打得很棒哦，皇帝颁了十二道金牌给他哦，还升了他的官，还买大房子给他住。
那个解签的伯伯说啊，抽到这支签的人一定是吉人天下哦。小芳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学长，你说啊，我有没有讲错？一块哥，学长，你们讲啊，刚刚是不是我没有讲谎话啊？对了，我是讲谎话，那又怎样？难道我要照样说给师父听吗？我一直觉得坏得不得了，我只是不想让师父担心而已嘛，你们连帮都不帮我。他现在比上次外层去把他们坏，我也再也不信了啦。五百，师父不用你担心，师父只是要你听话，你明白不明白？师父，你给我房子住，给我东西吃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可是现在你被家抓去坐牢，我怎么可以理都不理？没有了师父，什么人是小乞丐，可能他饿死了，小芳也不会不理师父的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小的哭完大的有哭。一块，你是大哥，替我叫他们不要哭。师父，一块，师父，其实坐牢的不应该是你。闭嘴，不要乱讲话。师父，你让我说出来，我才是杀人凶手。你没有杀人，没有理由让你顶罪。快，一块，啊，我杀人了，你抓我，抓我，我杀人，我杀人了，你抓我。杀人！抓我！抓我！抓我！我杀人了！抓我！拜托你抓我！抓我！我杀人了！抓我！我杀人了！抓我！一块，我知道你爱师父，可是不能因为这样就要为你师父顶罪，这种事不能乱来的。现在杀人的是我，是师父帮我顶罪。你不要傻了，不是你说杀人，人家就认为你杀人，谁能相信小孩子会杀人呢？为什么我说了你都不相信呢？为什么我说了这么多你都不懂啊？你为你师父顶罪，如果让你师父知道，他会有多难过？现在师父替我坐牢，我也很难过啊。我不想杀人，我更不想坐牢啊。我只是想跟师父好好的生活在一块。可是我做错事了就要受罚，没有理由让师父承担的，这样我会一辈子不安的。可是你师父当天口供说你根本就不在场。你去跟林警官扯，那天你珊珊跟踪阿英姐的时候，一块一直溜到你肥嫂的面瘫里，把你约去以为叫你放自己，听清楚了没有？你要找师傅的话，向林警官再说一遍。为什么要我讲谎话？不要管那么多了，我叫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，你不想见一块吗？一块哥又没有杀人，为什么不肯老实说呢？难道杀人的真是一块哥？你最……